小宝是一个电脑天才，一个 hacker。恭喜你，重新做人。情商很低，傻宅男的那种性格，有点自恋。就是耍帅啊！我就是要让他翻我白眼啊！又很傻气。是我最喜欢吃的巧克力蛋糕哎！但是你不能吃，你会过敏。喂，小子。不太会跟女生相处，不会追女朋友。有病吧你？他可以去缓和一些很紧张的气氛。我这大腿变得很壮，我想露大腿。我就知道。如果你一定要，就一定要。你以为你 Orlando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学剂。盯了他也是一个蛮大的赌博。这里他就在偷那个。那个意思，导演把他另外一种讨喜的那一面给引导出来。我觉得你就说出不要想不要好的人。观众不知道杨佑宁演喜剧有他一手的。三部机器他又有特写，难得有特写费。赚了两个特写。让我很惊喜。那就说你妹妹选好不好？把这些土弄掉，也许这个砖块我就可以比较好拿出来。One more time。哎，那个就是一定是杨佑宁来演，他非常的用心。那你们会不会太慢？是的。我。OK， good day。这一个确定是正确的。Perfect。